看那个母鸡带几个小鸡，跑哪里去？大家跑哪里去了？我们今天喂料啊，今天阿姐不在这里的话，等一下要喂一下那个鸡，没办法，阿姐有事回去2天了。哎，你吃啊，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大，这种小鸡，你看它吃这个米啊，很厉害。 是啊，变得好快。母鸡的本质啊，就在这里。去看看那里有没有鸡蛋啊！他又来了一个，他盯小。 你问他呀，你能飞到那高高的房子吗？他不应。你再去问一下看。你能飞到那高高的房子吗？还是不信。哇塞！爸爸，这墙上有鸡蛋，有鸡蛋。鸡蛋。鸡在这里生蛋啊。不是鸡又不会飞，鸭才会飞。 肯定是鸭蛋，哎，等一下摔破了不？等一下摔破了。<笑>那拿去放。拿去哪放？那我怎么知道呢？拿去里面。爸爸去拌料给鸡了。好嘞。什么鸡蛋？给他们两个在一起。阿姨，过来看一下这边。哇，这么多啊！ 鸡蛋呢？你要到处找，都不知道，我跟你说，我刚才不是看到有一只鸡从这里跳下来，我都不知道这里有鸡蛋。哎呦，它躲得好好哦。对，这样子。发财了！发财了，那两个鸡蛋，啊，发财了。嗯，拿去放吧，看一下别的地方有没有，有袋子的地方都会有鸡蛋。 到处跑，开始拌料，拌料给鸡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拌了什么料。这个放一点玉米粉，这里是米糠，米糠放多一点，玉米粉放少一点，这样子，拌这一桶就都它吃了。主要是现在鸭子不多，鸭子多的话就不够吃的，那个鸭子像铲车一样，那个嘴巴扁扁的。 吃的老多了。好帅，我是娘娘。我要吃，爸爸你在搞什么呀？嗯。搞什么？搞饭。搞饭给谁？给谁呀？你要吃吗？不要。不要。搞饭给谁？给姑姑啊。那鸭鸭。鸭鸭也吃啊。那鹅呢？还得放一点汤。 去了没？那你搞什么？我是不敢吃过。吃了鸡都不会过来了。
你这样子就能熬得住了。哇，那只鸭你看飞那么高，你围得住吗？我不围住。啊，这样子你能围得住吗，大哥？不要动了。好吧，好吧。拿起火柴。得了，你看爸爸指挥这些鸡不？叫它跟我，它就跟我来，你信不信？鸡鸭不够多，如果有个三五百只鸡的话就好看了，真的。不过吃好多呢，养不起啊那么多鸡。还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还有五只鸭，还有六只鹅。这些呢，过年之前呢把它全部干掉，这几只鹅和这几只鸭，还有这些阉鸡啊，这阉鸡我买回来，你看买回来差不多一个月了，非常非常漂亮呢。这种那种现在都习惯了嘛，买回来久了都习惯了，吃得很猛。这只大这小十斤，嗯，这种就好吃了，这个大半年了吧，就是要可能要炖，肯定要炖个半个小时了，你说要哦。杀这只鹅的话，那三只鹅也老了，那三只老了这么久了都可以吃了。这些鸡呢我就不杀了，像这种母鸡我就不杀了，留来生蛋，留来孵小鸡。哎呀，看他们吃的那么香就得了，最怕这种鸡不吃，不吃就有问题，吃的那么香的鸡就没有一点问题。好，咱们准备冲一下，冲洗一下那些，等一下就回去了。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